宋外卖三年，以前同安这边有好几个聋哑骑手，现在只剩我。我坚持为养我女儿生活。派单未确认，请回复收到。3.4公里，4.5块不值，应该是6块。派单了，我也没办法要接单。我是聋哑外卖员，你能帮我接听下电话吗？顾客找不到。右转。对对，右转哈。嗯。好，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18好了没有？等一下。看到你了。18的。好。什么鬼呀、啊？酸辣鱼粉你点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没点这个啊。不是这个，点那个肠粉。对啊，我点的肠粉啊，搞笑呢。就是我们他进不进？我打备忘录吧。我来，我受不了，气死。行了行了行了。回头踢的哈，骑手已经要送走了。骑手他是这样吗？让我们骑手好好好。你拉上了吗？没事没事，算了。我赔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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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哈。去方特边等派单，那边外卖员少，我能抢更多。老婆送4个月，刚开始我带她，现在她自己可以。我们两个人送外卖，有信心给女儿一个好的未来。我在家没派单，
要去方特边有派单。他想我多陪陪他。我出门了送外卖，我女儿寂寞了。方特那边会比较远还是会比较冷？